现在呢，我所在的位置在台东的武陵山庄。什么大工程呢？需要两个撞，三个撞钉。到饲料了。什么饲料？大鸡的饲料。大鸡的饲料。蓝色的是小鸡的，这是大鸡的。粮食。总指挥是王家荣先生。然后那个副官是阿威。对。小弟。哦，总司令来了，对。大哥是谁呢？我们去看一下大哥是谁。哦，大哥慢慢的从那个门缝里走出来了。啊！锵锵！哇，真的大哥出现了。哦，里面啊。哎，那里有一只鸡在上面呢。哪里呀？假的。哪里有一只鸡？它在孵蛋。咦？跑去哪里？对，柜子上有一只很漂亮的小鸡，日本小母鸡。这里只有日本鸡而已吗？当然不是，江江，这里有一个部队哦，看到没有？看到没有？因为等一下有客人要来，所以你们只能乖乖在这里。好了，我知道你叫哪里。好，妈妈来了，妈妈来了，好可爱哟、哦！二三四五。这里面呢，每一只呢花色不同，对不对？看起来品种不同，对不对？他们的妈妈都同一个，就是它，骷髅。生气呀、啊？因为你们太顽皮了嘛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再给你们出来，乖哈。生气呢？那么生气，我不能开门，大人会骂。我知道，你在骂，不是骂我。好了，不要来勾引你了。他们那种变态，大骨要这样拖，然后绑他心在绑，要配件，他一天也不少钱。好，现在呢，最主要的工程来了。另外，蓝鸡。刚刚那里那些管子，大师在这里，水电大师，加压蛮大，专业专业，好吗？对 ，professional 的。这一次到武陵山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换马达，重头戏来了，重头戏来了。观众不要拍了，连观众都拍进去了。观众，你明明是路人甲，你是不是都变观众了？路人甲跟观众差不多。这也是塞布吧？有电吗？啊，电？什么电？手机的电哦。不是啊，你的那个马达。插鼻孔就好了。好烦哦，这害我的手的稳定度就变很差。那个好臭哦。那有毒呢，不要一直闻哦。难怪家荣有鼻窦炎。无所谓啊。对，到时候这个不知道会不会那个、啊。什
么是这个会不会那个？不是啊，他说不知道会不会。你讲话很暧昧哦，嘉荣，这个跟那个解释清楚。技术被抄袭了。也是哈，这样就被人家发现你的那个叫什么干呼。水电工，台湾水电工。台东水电工。台东水电工。台东。以前那个水电工叫什么？阿贤。哦。阿贤，拜托，那是我们阿莹啊，不没出来，对不对？要不然哪轮得到阿贤呢、啊？你不要跟我们讲解膜那个的作用是什么吗？有了，专业专业，好吧？好啦。机密机密。对啊，江湖一点绝，说破了就不值钱了。啊，鸡在飞，快点！他们在吵架。哎呦，在这里机会上诉是很稀松平常的事情。我不能靠太近，靠太近他们就会飞走了。是他们要下来呢，还是我去赶他们？准备要飞了！哇哦！哇，越飞越高，越飞越高。是啊。飞上去的。对啊，他用飞的，你看越飞越高。还不喜欢机会飞上树哎。好高哦。看到了哈，对呀，我还不喜欢机会飞，因为你一靠近它就会害怕，所以它就会想要飞走。其实他们刚刚跟鸡在吵架，不知道野鸭会飞，所以它就爬到树上躲起来。嘎嘎嘎。他准备要下来，我好想知道会不会掉到那个水塘里。不会，刚才他那一只就用飞的了。快点下来吧，我在等你飞耶。我觉得他偷偷摸摸的是准备要飞下来了。快点啦！哎呦，哎呦，越飞越高哎，两只在一起。我要转个方向才看得到，哎呦！丫丫，它叫阿爸，有没有很高？你看树在那里，是不是？鸡都跟看不到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就知道说鸡飞得有多高了。好了，鸡